辛巴于1998年投入服务，接管当时中巴88条专营巴士线。当时净系得50多架新车，有见及此，中巴将700多架机构巴士以售卖方式转让俾辛巴。你哋知唔知道辛巴标志嗰两个英文字系乜？冇错啦，就系 NW， 即系 New World 咁解。如果你哋想再知多啲，就唔好走开啦。之后辛巴嘅发展简直系赢尽所有巴士公司嘅掌声。点解？因为辛巴除咗喺旧车贴其标志及相关 banner 翻新车身等，仲有开办前所未有嘅路线，包括将军澳巴士线等。将军澳巴士线最初由对手红公司开始接办，有区议员要求开办直接往来沙田至将军澳的专营巴士路线，但红公司一直都不肯开条巴士线前往新界东部的沙田，原因是可以在观塘市中心转车使用铁路服务，同埋客量需求不足为由拒绝。而运输署和辛巴曾经建议取消796B 和797N 线，不过最终净系取消咗796B 而797N 大幅缩短至将军澳站同调整其班次。最终辛巴于2010年10月开办往沙田嘅路线，自此来往将军澳至沙田就更方便。西九龙地区巴士线同将军澳线一样，都系用七字头嘅巴士路线。第一条由苏屋来往深圳路。路线开办不久，便遇上沙士疫症扩散，全港学校停课，加上新区四小龙上再兴建，因此客量较低，大部分用车为单层巴士。后来学校复课，四小龙亦相继入伙，客量始逐渐改善。辛巴改派丹尼斯三叉戟10.3米行驶，之后更开办南昌火车站至旺角火车站的702线。其后与九铁携手合作推行免费转乘计划，转乘此路线并提高其载客量。自此深水埗居民前往返南昌火车站和旺角火车站更加方便。其实西贡区都有巴士线架，它都是同将军澳或者西九一样，都是用七字头，就是792M 了。792M 由前身的7920开办，最初由彩明苑至西贡，随后星期日及假日更行走全日。之后将军澳支线于2002年8月通车，此线由彩明苑搬入吊颈岭地铁站，其路线改为792M 线，并提升平日全日服务，搭去食海鲜都得噶。时间跳返去2023年3月，辛巴开咗最后一条路线来往小西湾至吊颈岭嘅694 bus， 呢条线属于694其中一条分支。此线途经张南隧道前往港岛及吊颈岭，相信系想抢翻港铁嘅客量。至于抢唔抢到，就靠辛巴嘅最后努力啦。讲到呢度，口水都干。最后分享嘅系辛巴喺呢段时间嘅影片，请大家欣赏。Oh, my God.
算生命未如愿，但这刻盼望见，即使重聚再见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都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挣扎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我月生心碎铺算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感觉变，仍是纯真不变，那种挣扎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我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。
心碎碰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难免已是谁在未变。人情亦许多都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。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过月深，心碎无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点是想着你。
生见，随年华月，生生岁月。